慢，还在跟你慢慢慢慢打。哇，成功！啊，我要走了，拜拜拜，感谢你。哎、欸，尾巴。哦，感谢你。好啊，好啊。早安。所以，哎、欸，好、哦，衣服就那几套而已，是不是？啊、对，剩下要用里面那个玩多玩游戏的遊戲。好好好，开了吗？开了。开了。好。我来了，我随便乱配，这不知道什么鬼。马戏，就这样啦。好，要就是要加你们。先用 DC 麦玩一次，然后之后再用内麦。好、嗯、好好好好。嗯、先让大家就第一场先试一下啦，好好奇这到底怎么玩。对啊，對啊嗯、不知道你玩过？没玩过，没有人玩过。没玩过，我有玩过。马戏王你也玩过？有专家、oh. 沒有？没有。我跟你讲，那时候是跟那个 GTA 的人那边在玩，可是就是都不熟， oh. 玩起来有点没有那种跟你们玩的感觉。Oh, 不熟那就没有尬吗？很尬，而且一次玩又玩五个小时，我说哦头好痛。那我等下进去我也要很尬。你好，你好，好，来，我们来演戏啊，来啊！你好，那个东西可以帮我拿一下吗？我觉得大家好像都没有坏人，我不知道投谁。对啊，我好彷徨哦。杰伦该玩过吧？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在那边好像捡到什么东西。不好意思，我中毒了。你有补的东西吗？哦，谢谢你。他们有人帮我打，好不好？我大概讲一下这游戏在冲啥小。好，给你讲。首先我们就是会在一个屋子里面嘛，是。然后就是我们要先解锁一个类似发电机的东西，我们才能找到下一个目标，然后去那个目标才能找到第二个目标，以此类推，找到三个目标，我们就可以知道出口在哪里。好，那但是过程之中也有一个单人逃生舱。哦，自己一个人跑走这样吗？对，只能一个人跑走这样子。就友情就看这样子咯，这样子是类似 DBD 下水道之类的。对对对，但那个只能一个人。我那时候玩到最尬是我那一场当鬼，是最后一场，结果我的队友说他头很晕，他先去休息，然后休息之后才开始游戏，然后我跟他试过就，你就只剩你一个鬼。对，好，来先玩一场。好，那我就很惊讶，我就想说，我应该不会再玩这款游戏了。衣橱，没想到，我们早起来玩了，耶！怎么进游戏啊？要邀你，我邀，邀，有进吗？有了，我邀了，你没有？没看到，没看到，就差你跟他进，无法接到邀请，进行游戏，还是可以接？我们是 Japan， 我们是 Japan， 我们是 Japan 啊，Japan 对，哦，在哪个地区？因为他是最佳推荐，在哪里改啊？主机游戏在齿轮设定，在那个常规那边常规设定常规地区哦，亚洲应用有的最多几个人？八个，对，最多八个。哇，好多人密我、哦，我看一下要杰瑞。感谢超级留言。色背叛，蓝色好人啊！他怎么知道谁是红？有人说红色是背叛者，蓝色是好人。对，就跟好人就是手上不会显示，然后坏人的时候那个你的名字那边会显示一个红色的，然后你也会知道队友是红色的。而且它里面有一些东西是只有坏人可以开。对，嗯 ，OK， 密道啊什么的，那只有坏人可以开。好，哦。好，所以只有坏人看得到是红色或蓝色就对了。应该是。好了，先走一场再说。对。哎，我好像没看造型。跳声，心跳声。
好紧张哦，咚咚咚咚咚咚。没有，我们第一场先不要用内建的啦，我们先熟悉，第二场再来。Hello，Hello，我在跑，是没开啊。啊，现在可能还没有。他在 loading 吧？现在还没有吗 ？loading 的时候还没。对对对 ，Hello，Hello， 嗨，有够吵！哎，那麦怎么关呐？那麦怎么关呐？我们就先不要按那个，先不要扣白键了，反正他会按掉。扣白键是哦。那现在我们要干嘛？扣白键内吗？就出去。他说要去修。我们要修理发电机。然后看到这个有没有？这个。这就是我们的任务板地图吗？对，哦，在下面而已，是要一按着，然后就可以看到，就可以看到暴风血，嘿，哦，你不要卡我，谁卡我？谁卡？这么厉害？好，那暴风血要干嘛？这个没有，这个刚刚板子你点开之后，你右边会出现你那个这一个的支线任务，每个人都不一样，有人可能是要做一些废物东西出来，那他木头可以打吧？他结束之后就是。钱会多一些些。用石头敲，用手敲石头吗？对，这是用手敲石头。哦，好痛！这是什么？短短，你这样是上厕所？我要上厕所。这个旗帜又是什么啊？旗帜又是什么啊？哎呦！要是拿怎么为什么你们可以砍东西啊？左键砍框敲啊！这个是吃的，这个是吃的。学了好好玩啊、哦！左键按住可以蓄力，收集东西就对了。哦、对，因为我们会冷死。隐约胖胖的，左上角那个温度跟血量还有保湿度。我很老。这个干嘛？哪一个？你在哪里？啊！旗子这个。哎塞！我忘了。杰克打我！你在我面前，杰克怪怪的。对对对，就是杰克，就是杰克了。他了，都我都我都我。他有没有快速捡东西啊？就一按子而已啊。箱子的东西呢？没有，还是只能一个个拉。你找到屋子了？我旁边有个小屋啊，我进去看过。他去打了血，什么都没有。东西啊，仅背叛者啊，这个就是背叛者才可以按的。OK， 哦，所以是坦然是好人了。嗯。这里是什么？然后每个这样，哎，警备探者。然后你们那个箱有投票箱啊，投票箱那个可以把一个人就是驱逐之后，他就不能进小木屋啊，进小木屋之后才能补那个温暖值这样。我们要找还有火炉，有个主机板十个油箱，十个油箱。杰克总裁，我怎么样？我打你喽！油箱需要那个油箱需要莓果，所以要采都莓果来做。好。为什么油箱需要美国？对啊，他给他酿吧，要酿造。那万一如果要人怎么办？天哪！对吧？我怎么把东西收起来啊？这里有吗？我有对讲机嘞。这里有美国。我对讲机可以用哎。这两个对讲机啊，你只要对讲。房子里面的箱子是大家一起用的吗？对对对，大家一起用的。哦，我把一些东西丢进去了。干嘛啦？看得到名字好吗？你是不要不要骗我！哦，Auto可以看到哦。Auto， 按一下 Auto 会关掉。嗯。我要煮。月。啊？哦。这给你。这什么？有对讲机。我没锅。哎呦，煮熟的没锅。你做什么？我们煮汤都可以。我们时间是不是不够啊？26分钟，1小时30分钟。可是发电机。发电机要在4分半以前修好，哎，发电机要什么？要燃料吗？要莓果，要莓果，它做燃料，用莓果。哎，我看到有一个放炸弹的地方，哎，那我做一个燃料。嗯，干嘛？哦，而且它还要那个，它还要电子零件，哎，对啊，好麻烦哦，天哪！那我们就到处去找物资吧，先找物资。为什么这 TNT 不能不会爆炸？我压下去啦。我操！哦，它还可以封刃。烂东西！哎呦，狼！哦，狼！制造。那你发电机？哎，我太冷了，我要冷死了。哦，要制造一些工具哦。嗯，你要做斧头啊，你可以做稿子啊，那些工具要。那我先丢在这里，反正到时候。我要冷死了！我是喜欢做镰刀啦，这样砍莓果、砍那个棉花比较快。制造镰刀。镰刀就是砍莓果跟那个雪人的表情会变啊，对，斧头跟
镐直接砍，什么都没有。所以镰刀最好用吗？是这个意思？没有没有，镰刀是收集物资，就收集莓果跟棉花。那怎么做东西？回家才能做、啊。回家才能做。回家做。在小木屋里面。对。好吧。那我要到处画。我听到熊的声音了。看到莓果，这是莓果吗？这是莓果吗？你是莓果吗？你应该是莓果吧？是莓果吗？哦。我整个拳头捶要捶好久，真的要资源不足。对啊，前面就是都会分工，谁砍木头谁砍石头会，然后一起做。我已经有一个油罐了。嗯，我也有一个。我们要先拿去吧。然后这个，为什么你不要丢地上啦？这个暴风雪了吗？这里对对对对对，就活动即将来临，我拿不起来。包，这是要暴风雪了。然后这边可以投票投说要把谁赶出去，左下左下左下角，左下角，好来，这个是，怎么了？哎，就这个，跟你讲，这个兔子呢，你们出来，又看不到谁的名字了，没有看不到谁的名字，啊，有人，不要乱动，不要乱动，哦，要死我，我们好彷徨，好无助，啊，反团出你呀，谁拿斧头乱砍人啦？背叛我没有武器啊！好可怕、哦！我被斧头砍了两刀啊！我被砍了、啊。什么？我被砍了两刀。团团，干嘛啦？我现在还做出斧头。所以刚刚是谁？太危险。我只有镰刀、啊。对，偷偷来。我要去给油罐了，再见。可怕、哦！这音乐要挟我，这音乐很恐怖哎、欸，对，超恐怖。哦，他给主人肉，好恐怖哦！真的假的？对啊，我刚才我有放生肉在箱子里面了。生人肉吗？在哪里？不是生羊那个鹿肉，鹿肉。你怎么有人肉？怎么你怎么有人肉？找不到啦，找不到、欸。等一下，那在哪里、啊？发电机在哪里啊？你要回小屋，你要回。你或者是你去砍木头，可以做萤火。我记得哦，我回来了，我回来了。我记得游戏很酷哎、欸，我记得我那时候做了五个萤火吧，因为那个任务需要，我就做一大堆萤火在地上，哦、就被骂。哦、这好恐怖，这音乐。有 feel， 我以为不会这样子的。音乐很压抑耶、欸。好压抑哦。我要食物。先不要还原。哎、欸，这给你。有很多萤火在里面啊。哇，有鹿肉。我是哪一只？被拿走了，团团是不是你啊？哦，变回来，我就不知道在外面呐、啊，白痴哦、喔！等下这拿斧头是谁？看一下，杰克，我一直都在拿斧头啊。哦、你刚是有砍人，我砍人好不好？我没有，难说是我。发电机要坏了，完了，来不及了，完了。背叛者的空投哦，没有哦，是这样子哦。我要找那个，是我们没有完成，然后背叛者就会有空投箱哦。不是啊，所以那个建筑物在哪？我刚好换到一个建筑物，说可以放油罐的啊，那也不 OK 啊。左下角啊，左下角，一出门直接直走。它其实不远，要找一下而已。是那我们发电机在哪里啊？发电机还要找吧？是这一台吗？啊，包包好小哦、喔！对啊，超小。小的地图是这里找到了。哎、欸，我这边有一个那个、欸，我们就说我们第一场熟悉，我看到炸弹的、欸，吼，对啊，真的很熟悉而已啊。炸弹要用吗？用什么炸弹？你要炸谁？我没有啊，我看到这边有一面墙都是炸弹哎、欸。哦，好像有哦。你开了之后，那边会有一个新的道路还是怎样的？是我要开吗？可以啊，可以啊，或是你在哪里，就大家一起去看啊，这样我会比较好介绍。可是怎么爆位啊？你真讲左上右上 啊？那个，你看上正上方有一个那个左上正上方有一个 N 那个 W 啊狼啊，有一个那个方位图，你可以看那个看的是左翼还是狼啦、啊？对，我看他一直在中间啊，你还在中间啊？外面救我，有狼！你在哪里？对啊，不用，哈基救我哦！来。啊狼啊！然后通常都是我的，通常第三个那个点。打！第三个点的话，那边附近都会有很多狼。哇！
所以我们现在还要修发电机吗？要吧，还是要修啊？那还是我们的目标啊，还是要把它修。对啊，目标是说修理发电机啊。哎，我有四个油罐的啦，跟你说，跟你说。哦，你有四个油罐。哦，我看到了，哎，我们出来小屋往上走，出来往左上走。哎，他就不够了，不够了。TNT 往上炸弹那个吗？这个 TNT 我刚刚有找到啊。我先吃这个。我画一下。可是我按了没有反应，不是吗？我刚按了就走掉了。我刚贴贴按的没反应哎、欸欸，没反应吗？还是要大家一起按？要三个了吧？我们一休你一起按。上面、哦、上面你看过了吗？啊、我压着了。好，我按了。我压着。哦，有三个一起按就有。然后就有新的路了。哦、对，有新的路了。就有新的路。哦。八点多。哦，有的是要这样子 哦。有狼哎、欸。啊、我在报位怎么报了啦？你最上面不是会有？对对对对对，就是上面，就是上面。你在哪一格？哦，狼狼，打呀！不要不要，结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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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别人在打啊！狗爷爷啊！打！哎，这狼好厉害！去咬月月啦！哦！打！啊，不是不是我，不是我，我们打到我，救我！打到我了！是音乐吗？等一下，我在砍狼哦！打到那个，哎，我好救，我救！音乐坏坏，音乐坏人，坏坏。小雨，你要吗？啊，肉吗？我刚好吃。我有拿两块肉包跟一个皮革。你们有那个什么？急救包啦，那個、叫急救包啦，机械零件。可是我拿不起来。你都没有，你先把那个东西放地上。我要拿燃料去那边，但是我找不到路。啊，背包能不能再变大？可以要用那个兽皮，要做背包，要用兽皮、鹿皮还是什么皮的？还有一个机械零件是要用铁零件，就可以做，也可以做，只能做一个哦。一个人只能做一个，三个哦，三个皮革才能做一个背包。对对，啊，有人要吃吗？还有人要吃吗？一个拿去，我这边还有三个，我两个大肉放在箱子里面，我有带肉回来了。这有一个门，要三个人开。哦，对对对对对。说那三个按钮的。对啊。然后每个地方有类似发电机，你要开 A 发电机、B 发电机才会启动，然后三个启动才能开到第四个发电机。我刚好要看到一个发电机在。杰克可以帮我挖两个那个吗？我想做背包。挖什么？我有皮，那个铁，那个矿物。啊、矿物。我刚箱子好像有放。可以做背包了，可以做背包了，我放进去了。好，我去拿到了。我有皮。聊都放里面了，在我们小屋的右上方有一个破掉小屋，要三个人一起开门。嗯嗯，右上方。我在门口。靠，好吧，等一下我要饿死。哎，小雨在门口，谁把斧头乱扔啊？我也快饿死了，等一下。靠，这里吗？这里我看到了。我在 N1 中间，哪一？全球活动，就是刚刚的兔子事件还是什么的那种，就类似那种，就是会有随机活动，对。我被妖袭呀！看不到了，看不到了、哦。后面好冷哦，后面好冷。团团来，找不到回家的路。有画面啊！哦，对，团团来采梅果，等一下。哦，啊、东西最好还是烤过再吃哦。拿皮啊，补比较多。嗯，好。暴风雪了。哎、欸，地上有肉哦。欸、哇，这个拉风的男人有披风。嗯，砍一棵树才一个木头，也太少了吧！啊，我做错了。哦，你抓什么？这是哪？做手上电，做放回去。我有背包，我去采资源。好，采莓果吧，莓果跟那个电子的。来，团团来。有没有镰刀？团团这比较好吃。谢谢你。电子设备那个有办法直接做吗？是一定要剪？可以。可以用做的，可以做，不是石头做吗？还是什么？木头跟石头，哦，那还算简单啦。对，一格各一格。哎，雨月，要不要我斧头跟你换镰刀，我去采莓果？哦，好，放箱子，放，哎，这可以直接丢出来吗？最好可以竖镰刀，我还在用斧头砍。啊，砍人啊！有，丢在地上，丢在地上。你说砍人？那我放箱子。哎，我的每日任务是吃生人肉啦！团团，借过一下。哦，我走了，我走了。有人在附近，有人在附近，我捡不起来。有人在附近，我捡不起来。不要捡什么？有捡镰刀，捡起来，捡起来。这有肉，地上有肉。我来去砍木头。我放箱子，有木头。我现在好像也只能去砍木头，我也不能做别的事。现在是暴风雪，你们要出去哦，很冷哎。对啊，现在很冷哎。耶，我砍了一个木头。
因为我们现在情况危机了。好了好了，可以走了，可以出去了。还有15分钟，工作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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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喽。你说右上吗？右，先去开门啦，先去开门。右上，右上，右上吗？右上那里吗？对，右上。右上，右上，我来了。他有没有跑步键啊？就这，他不在跑，外面就是跑步啊。所以我想要他更快一点。我到了，我到了，我到海牙谷，海牙谷。哦，我怎么没看到你？啊，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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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人三人开门。哦哦，但旁边还有一个。嗯，里面有什么东西？哦，很多箱子。我被推到最旁边怎样？一人开一个啦！让我开一下，我要有蓝料，有蓝料，有蓝料。哦，大家都很急哦，篝火。我只是要任务而已。所以蓝料缺剩几个啊？蓝料有三个，我这里有两罐，这里有快够了。应该差不多了，差不多了，一起拿去吧。这上面还有一个门，这里还有一个。就看机械零件嘛，看机械。我身上已经满了，我要先回去。现在缺机械零件，机械废物吗？躲上电子废物还电子还是是电子废物还是电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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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边电子我这边一个电子我这边一个三个，你们拿去那边看一下，你们拿去那边看一下，左下哪边哪边哪边，左下就门口出去之后背叛者哎，外面的箱子被打开了。然哦。哎，真的假的？哦，有人偷开箱子。他旁边有一个背叛者的箱子，哦、嗯，就打开了。使用好，是谁？哦，我刚刚把捡到的东西全部放箱子了。来来来，你们有一个来监视我哈。来来来，我来去放那个，跟我走，跟我走，跟我走。又活动了。虽然我觉得雨月跟着我有点怕啦。我们要做什么逃？好，我来了，我来，哦耶，有哈基跟杰克，可以可以，怎么，这是什么东西啊？对，空投空投，空投哎，各种空投，要放哪里？雨月举着手啊，这里，哦有了，那个剩三个电子废物，雨月怪怪的，他一站着组件，你在干嘛啦？怪怪的，哎，第三个差三，差两个，差两个，差两个，差电子零件，差电子零件。我叫的话就是雨月了哦，我叫的话就是雨月了。你叫了，叫了，叫啊，你叫啊，好，叫啊，叫啊，你给我叫啊，叫啊！好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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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冷。箱子里的电子零件都拿去用了吗？应该吧。反正在家吗？我不在。哎，有狼！刚，好好好，你刚出去是不是？我在右下。哦，好。右下有三只狼。好，我。欸，我把门给我放回去，我跟你们会合。现在缺那个啦，现在缺电子废物。电子废物要用什么做？我捡了三个木头回来了。电子废物刚捡石头。他要那个木头跟矿。对。我有捡矿回来。啊、哦，好，那来做，那来做。哎、欸，好远啊！到家。哎、欸，我没看到矿啊。没有看到电子废物是不是？我做，我拿。好，你做。刚好我三个人开的那边不是有一堆电子废物？我丢了三个木头在这里。地上。好包包太满了，做完都丢在地上。啊，哎、欸，丢在地上，我怎么没看到？对啊，门口。好，那小雨走，跟我们走，跟我们走。走，耶，走。耶，走喽。你走开啊！你不要捡斧头。你不要拿斧头啦。很凶。把他打死啊！怪的，把他打死啊！怪怪，怎么弄他、啊？哦，这里哦。哦，你在这边哦。来了。这里放两个废物进去，小雨。哪里？这里。哦，旁边有一个人很可怕。我觉得那个胖大叔。你先放，没有，你放，我挡在你前面，他砍会先砍到我。你放。有了。耶！哎，更新了，恢复了。谁的夹子？谁放夹子？有人放夹子。哎呦，谁？我被踩。刚刚在里面的是允月跟小雨跟我啦，所以外面的就在里面啦、啊。我也在里面啊。你要急救包吗？我直升机不会扣很多血，那动不了而已。而且我的左肩一直压着，不可能是我。对啊，啊，刚刚我在挡在小雨跟允月中间。对，我刚刚就在旁边。哎，刚刚有谁拿陷阱吗？那个陷阱可以夹熊，很好用。有，我刚把它捡起来。哦，哎，所以那个问号是只停机坪在问号附近，是不是？三个地方去找吗？要再找，现在是第二个要修理那个停机坪了，要去找。好，那我去右边，我去右边找。走啊走啊，干！等一下，怎么？等一下，没有，走，胖子，哎，我死了就音乐哦，
三个人应该可以啦，这个其中一个人忘记了。你们在哪？你们在哪？我往一区走。好，我死了就哈基哦，我死了就杰克哦。是你吗？要记得叫。还要记得要，我想要那个稿子哦，好像有人啊。让他苦力发酵。稿子怎么做？要有石头啊，石头不知道怎么那个。哦，石头不知道。我们现在在太上面，再往下一点。我肚子饿了。我在熊。一区就这个。一区不是，这个好像是那个熊。熊来了。我想知道你们在哪里。我们在右边，我们在最右边。熊嘞！我们在打位，我刚刚在打。哎呦呦呦！来，小心！背叛者的熊嘞！熊嘞！啊！熊死了！好倒霉了。哦。哎，有没有食物或梅果啊？我没过。你要去回去拿。家里面有啊，家里面有。我肚子饿，我需要一点食物。来，梅果给你。我要吃一个。我捡不到。所以停机坪需要什么东西？要看它是什么、啊。嗯，要去看。哎、欸，这要两个人按，来，这要两个人按。他今天要不要回去了？好。有点冷，走。里面有什么？里面是东西吗？物资箱。哎、欸，这边是什么、哦欸？三个人的。最往家里面拿好，最右边有一个三个人的，身上满的啦。WS 这边有一个要三个人的 WS。哎呀，我们分开拿那个废料是什么？我身上也很满的那个。欸、有料吗？不起来了。功德。对啊，我拿那个电子废物好了。不然我们再分两趟好了。我们等下再电子废物，我身上三个都拿满了。好。我上好像没有，我刚刚没有清空，刚回去忘清。好冷。啊，不然我刚才换油料，这里油料是不是只能拿三罐啊？有食物。对啊，对，好像东西只能拿三罐，我都拿满了，完了，我需要食物。好，我们回去吧。食物地上啊，这里地上有。哇，我觉得很冷了。箱子都放。哎，真的，我冷了。这个是，哎，是不是有三个地方要拉那个拉杆啊？我们右边拉了。这个要一直拉着吧，因为我这边啊，对，对，有个东西是，对，要各一个拉着吧，所以这时候无线电很重要。那时候如果没开麦的话，无线电就这个时候很重要。嗯，我们要同时喊一二三拉这样子。对，好，下一场就可以吃鸡了，就可以这样了。我怎么回去？家里好远啊。所以你们还没打开，还没进停机坪吗？还没。那我们沿着电线走，可以找到。好饿。我又冷又饿、啊，我到家了，我到了。这个三个人，对，真的 WS。我跟杰克到了，他进到刚刚那个，快到。音乐有吗？你们有？我看上面有个人呢、欸。我身上没食物。我是走错了、啊。这里。哦，你这样走水不会冷的、啊哦。哇，冷死我了！我靠！等一下，我先开。我等下回去了。来 ，say no， 哎，好，你们继续，我回家了，我快冷死了。哎呀，好冷啊！等下你到底要开哪一个？来，不要跟我这么有默契。好，你要开哪一个的？我肚子饿。对讲机，黄色对讲机。耶，那上面还有黄色对黄色，有那个急救包是吗？对，有两种，红色对红色，要分两套。Hello， 里面还有一点东西，先出去吧。我们。停机坪在哪里啊？有找到吗？没有，要去看地图，要去看地图。嗯，要看地图。左边、右边，我们刚刚是没看到了。哦，我们右边还是问号哎，我们刚才去过啦。还是说在更远吗？右边有一个可以炸开的。一方向有一个地图来喽。那五号是要怎么消哎？感觉是，因为他有刚有一个像是三个人要把它炸开的那种空间，搞不好过去看看。啊，应该是下面是不是啊？下去按它哦，在下面是不是啊？看起来像是在下面。下面啊，因为那个直升机停机坪的那个修理状态的图示刚好在我们的屋子的下方啊。屋子下方是发电机那个位置啊。那个但是发电机的位置，第一个比较离我们房子近的那个。